大家好，接着上一个视频，继续为大家分享四川军政护照汉字1元硬币版别知识。第四版，重庆爱某版，它的版别特征是汉字下面6点钟处的小圆圈内有2条竖线出头，而普通版是没有的。大家结合图片对比一下。第五版，肥川版，它的版别特征是前文字体整体要比普通版的较肥大，中心花朵也比普通版的较大。第六版，出头鲸，它的版别特征是银质的鲸部竖比上出头。而普通版是不出头的。第七版，告照版，它的版别特征是照字的告部竖比下不出头，告字为正常的写法。而普通版照字告部下出头为纽口照。第八版，散中花，它的特征是中心花朵分散，花瓣之间距离较远，而普通版中心花朵花瓣之间距离较近，花朵比较紧凑。四川军政护照汉字1元硬币的8个知名版别就为大家分享完了，下一节为大家分享四川军政护照汉字5角硬币的版别知识，感谢大家关注。